敲擊樂可以話係最古老、最原始嘅音樂，幾乎喺任何民族嘅傳統音樂入邊都揾到佢哋嘅蹤影。只要能夠用手去敲擊發聲嘅物體，都可以成為敲擊樂嘅家族成員。所以敲擊樂嘅樂器種類特別多，但係基本上可以將佢分成兩種：無固定音高敲擊樂器，同埋有固定音高敲擊樂器。有固定音高的敲擊樂器是泛指我們敲打起來是聽到它們的主旋律為主，泛指是有五種西洋的樂器，包括木琴和馬林巴琴，金屬做的是有鋼邊琴和箭音琴，還有就是我們用錘仔玩的管鐘，亦都有很多我們是意想不到的，例如斯巴拿不同大小都可以聽到哆瑞咪發蘇，我們就會叫它做斯巴拿琴了。今日我哋要介绍嘅系键盘敲击乐，即系话用琴锤敲打落去唔同长度、唔同物料制造而成嘅琴键而发出声音嘅乐器，当中亦都有被称为四大天王嘅木琴、马林巴琴、钢片琴同埋箭音琴。好啊，兼咁咧就要请教下你啦，究竟木琴系乜嘢嘅一回事呢？嗱，木琴简单啲啦，如果大家都接触过黑色、白色嘅乐器系咩啊？鋼琴，鋼琴冇錯，下面呢一排咧就可以幻想佢係一個白色嘅琴鍵，上面咧就係一個黑色嘅琴鍵，都係一樣可以演奏到一啲哆瑞咪發嗦嘅喎。從而咧就我哋喺古典音樂世界的時候比較早會見得到嘅一啲琴類嘅樂器。係咁嗱，佢就同鋼琴嘅分別當然就唔係用手指啦，就是用你手上嘅琴錘。係啦，或者琴棒啦，叫做。有咩分別呢？我見到佢前面有好多唔同顏色啦、唔同長度啦，又甚至乎係咪有唔同嘅呢？顏色咧就唔係話太過緊要，但反而佢個硬度咧就有好多唔同。首先譬如啦，我哋打鋼片琴嘅，即係啲鐵做唔怕佢哋可能會真係 damage 到嘅話咧，就入面係一啲銅啊，外面再包翻少少皮。咁到我哋打木琴嘅時候咧，就會係一啲 plastic， 即係膠啊。咁啊，塑膠咧就會有分咗係 hard plastic 啦，或者係啲 rubber 嘅。咁你都可以試下攣下佢咧，呢個就會腍少少。綠色呢一個咧就係硬少少嘅，其實聽出嚟都好大分別嘅喎。咁如果我哋用腍嘅咧， okay. 聽出嚟會咁嘅。咁就會冇咗表面嗰個滴滴聲嗰個 attack。咁我見到佢下邊咧，其實係有一支支黃銅，定依話係乜嘢物料嘅嘢？佢係咪幫助佢大聲啲咁樣嘅咧？問得好好啊，因為咧木咧，如果冇一啲嘅方法令到佢個聲音可以傳動到啊，或者留得長啲嘅話咧，可能真係好似敲個台面咁樣啊。咁依啲咧管咧，我哋就叫做 resonator 共鳴管。咁咧佢哋嘅長度咧，其實就度翻，咦呢個音佢係 C 音，咁上面係個 C sharp 啦，從而令到佢咧同一個頻率咧傳到落去嗰個管度。咁所以聽出嚟咧，佢傳出嚟個音色咧就會係長啲啊。圓潤啲啊，咁樣。係。咁呢個高音木琴嗰方面咧，其實咧就反而咧唔係話太過大嘅分別喎，因為見到咧隔離呢一個，咦點解會有多部都係叫沙漏鳳木琴嘅嘢咧？見到咧下面個分別唯一咧就係冇咗嗰個 resonator。其實咧就好多人見到咁新穎嘅弦管都冇嘅咧，已經係喺我哋以前唱歌劇 opera 嘅時候咧，因為當其時啊嗰個舞台咧。下面是沒有那麼多位置的，舞台上面要做劇嘛，那沒有位置的時候我們就要找一些小一點的木琴，當時已經是在用，所以呢舞管的木琴其實一樣都是一個正統的樂器來的，它還反而在今時今日可能我們還會慳位多一點、啊、因為它可以容易啲收藏到。其實它究竟是來自於哪裡呢？很多不同的樂器的演變流傳都是譬如是一些古老文明長啲嘅，譬如非洲啦，咁但當然啦，佢哋再早嘅時候咧係一啲非洲鼓先，定音鼓先，咁慢慢咧去到西方音樂世界咧，佢哋嗰個技術先進咗啦，咁就開始咧去將一啲唔同嘅物料可以吞到唔同嘅聲，但係咧追溯到最古嘅時候咧，其實非洲咧都有佢哋 African 嘅沙漏鳳，咁但係當時時咧就只有一排嘅啫，佢哋就未研究到西方咧，佢哋就放埋其他嘅半聲道喺上面。好啦，咁呢一個嘅音色咧，我哋都即係叫做略略聽過啦。嗰邊其實會唔會有啲分別咧 ？Resonator 有同冇嘅分別會唔會好大咧？不如我又示範下一個係節奏性比較強啲啊。
其實再清脆啲喎。係可以咁講咧，就係因為佢冇咗嗰個共鳴管啦。咁首先咧就係木琴上面冇嗰個共鳴管咧，分別唔會太過大。但你都見到咧，頭先我就換咗另外一個嘅木琴棍，入面嘅 core 咧係用緊啲實木嘅，咁佢外面包一層薄薄嘅咧，聽出嚟會比頭先會更加再清脆啲。你聽到啦，那個音量嘅變化咧，其實就唔會話好大嘅差別。佢嘅音色就係比較尖啲，同埋佢冇嗰種 last 得好耐嘅感覺。係啦，冇錯啦，木嘅樂器都係，因為佢冇咗一個延長嘅一個方法，咁所以咧，我哋通常玩嘅音樂咧，都係會比較節奏強啲，或者係連貫啲。譬如大家都可能會比較熟悉嘅呢、這個。係好短啊，但係我哋要不停去玩咧，就令到嗰個感覺咧好刺激、好輕快咁樣。咁喺木琴上面有冇一啲特別嘅技巧係其他樂器冇嘅咧？同一個叫做 single stroke 嘅，慢慢咧又會練習另外一款叫 double stroke。平時咧我哋就係左右交替去做嘅，係啦，一下一下咁樣去玩。咁你又可以試下由呢個慢慢打過去咁樣。當我哋做好咗一隻手之後咧，就可以試下做兩個聲。仲有叫 double stop 嘅喎，就是、同一時間地去做嘅。咁呢個個準程度可能就要睇得清楚啲。呢個三啦，跟住四度啦，然後就將佢 broken 佢啦，即係整爛佢。點樣整爛佢咧？而家係同步啊嘛，將佢變作唔一樣嘅。其他 key 啊，咁樣去練佢嗰個技巧。主題樂園啊嗰啲咧，好多卡通嘅音樂，歡樂嘅音樂，係啊，或者灰孩搞笑嘅音樂咧，聽到原來咁多好似碌落樓梯嗰啲聲咧，都係來自木琴嘅聲音。除咗木琴之外咧，我聽到你亦都提及咗另一個名啦，叫做係馬林巴琴喎。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咧 ？Marimba 啦，我哋馬林巴琴呢個名咧，其實都係源於呢一個始祖先。係從開頭咧，佢哋唔係一個主角嘅角色。咁就喺樂團嘅後面去做一啲點綴啦，因為都未係可以做到好長嘅聲音。咁但係因為工業革命又之後啦，佢哋慢慢研究，咦呢一個四個八度嘅琴點樣可以繼續伸延落去啲低音度，而佢又係好聽嘅喎。咁結果咧，佢哋啲管啊嗰啲咧，亦都做得長咗，音板咧亦都做得闊同埋薄。咁咧其實嘅個工藝咧係難啲嘅，但係從而令到咧我哋個馬林巴琴音色同呢邊咧睇落個樣係好一樣，但係演奏上嚟聽起上嚟咧就係完全另一種樂器嚟嘅。就圓潤好多啦，冇錯啦，或者我哋可以試下冇個管嘅時候個聲音係點？好，譬如咧，我揀咗係呢個音啦，有管嘅時候咁樣嘅，係冇管咧就我遮住佢啦喎，係咪就好似敲咁嘅台面？係，咁我見到佢嗰個琴腿同頭先嗰啲亦都好唔同喎，原本嘅個 core 啦，我哋叫做個心啦。是 plastic 啦，或者係 rubber 啦。咁但係因為馬林巴琴咧，佢啲木鍵啊闊咗啦、薄咗啦，好容易會受傷。係。咁亦都好難令到佢本身嗰個 marimba 個巴啦，我哋叫做嗰個琴鍵出現到嗰個聲出嚟。所以咧，佢同 fiber 同一樣咧，就會揾一啲線同埋棉去包佢嘅。入面咧好似係木琴咁樣，但係另外咧再包咗好多層嘅唔同軟硬度嘅琴棒，令到佢同馬林巴琴咧係夾到嗰個聲音出嚟。低音嘅時候咧，我哋要用嘅咧就係嗰軟硬程度，但係聽到個音色咧就可以聽到啦。都係咧一啲點啊或者 attack 會多啲嘅。如果我用個臨少少嘅咧，我聽到佢個聲音係好似個大箍筍撞咗落去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打四支琴棒嘅時候咧，就有可能咧會用唔同嘅樂曲去做一啲配搭嘅。係，譬如啦。咁你就會聽到低音呢一邊傳出嚟嘅聲音就好雄厚啲，高音呢邊咧多啲主旋律嘅地方咧就會用啲 attack 嚟啲嘅。你喺編曲上面又有啲咩嘢嘅心得咧？嗱，譬如曲風咧，我哋喺古典嘅樂曲咧，我哋點樣去模仿一啲嘅古典樂器？咁就聽下其中一首咯。Okay.咁呢啲聽出嚟咧，就會啊，好似係古典樂派嘅時候聽出嚟咁 g
grand 嘅一啲聲音。不如我哋將咁多唔同嘅樂器咧，去改編一首古典，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詳，俾敲擊樂團一齊玩嘅一個作品，好唔好啊？好。咁我哋咧上一節啊講咗一啲木片琴嘅嘢啦，咁而之後我見到呢個咧就物料唔同啦，好明顯。咁呢個係鋼片琴，係啊，金光閃閃嘅。咁佢同木片琴最大嘅分別，當然就係佢嘅物料啦。冇錯，物料係以前好耐以前咧就一路都係用純鋼嘅，之後咧就會揾到其他嘅金屬物料，係咁啊，例如係一啲混合咗嘅鋼啊，或者係一啲鋁片都可以做到鋼片琴嘅音色嘅。係啦，譬如呢邊啦，有啲係比較幼兒啲嘅，咁可以聽到咧佢個聲音就會係比較薄啲，咁其實佢調到出嚟嗰個音程係一樣嘅話咧，都會做到嘅。咁啊可以比較一下喎，呢一邊咁薄嘅一啲鐵片啊，可以話同呢一邊咧呢一個係一個古董嚟嘅。咁啊老爺爺聽下老爺爺純鋼嗰個聲音咧有幾大分別喎。而圓潤的原因其實都有可能除了是物料之外，是我們用了什麼媒介去令到它發聲，譬如就是剛剛這個，這個它的塑膠物料就會比較硬一點，是這個可以看到黃色，那紅色這個我們就做了藍一點的，雖然都是我們叫 plastic。 好了，我想問一下，如果在鋼片琴上面有沒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音樂，甚至乎它用在哪一些界別為主呢？其實遠至到去到莫扎特嘅時候啊 ，Mozart 嘅時候已經出現咗鋼片琴嘅呢啲音色，大家最耳熟能詳嘅音樂咧，應該就會喺電影音樂嗰度可以揾得到出嚟。不如我哋聽一下，好嗎？好好好。係咪即刻有啲兒時嘅感覺出現？係個畫面出咗嚟啊！好啦，呢個叫漸音琴，我想問一下係點樣粗略地分開呢兩樣嘢？鋼片琴啦，以前咧就聽落咧就有啲點綴啲，敲擊落去咧就係一點一點嘅聲音嚟嘅。咁但係呢邊咧點解佢叫漸音琴咧？英文係 fiberphone，即係個 vibration 長好多，佢個體積大咗，咁個琴鍵咧可以震得長啲。咁除此之外啦，點樣可以再長啲咧？就會見到下面有咁多唔同好似飲管嘅呢啲管，我哋咧就叫做 resonator 共鳴管，除咗本身個聲音。當我哋放佢落個管嘅時候咧，又會有另外一個長啲嘅聲音。我爭好遠，等好耐佢都仲喺度嘅。係啊，咁要用我哋方法咧先至可以。但你話放佢落去嘅意思係你撳咗邊個機關？喺我嘅腳呢度咧有個腳踏嘅。OK。係啦，咁佢最大嘅分別其實就係加咗咗呢個腳踏同埋管啊，令到佢個角色完全唔一樣啦，可以做到好多温順嘅嘢。咁可以聽下啦，除咗正常嘅呢一啲叫做主旋律叫 major chord 哆唻咪發嗦。仲可以做一啲 jazz 啊藍調嘅音，係咪聽落去好似爵士樂多啲嘅聲音？係啊，咁以前嘅名咧就係從鋼片琴啦，變咗做呢一個 fiber harp， 敲打佢嗰個物質，見到佢揾線包起咗佢。
呢個咧就真係一個線包住佢咧，雖然條線係薄啲，咁但係因為包住個 core 嘅時候咧，就保護咗佢唔會直接 attack 到嗰一個點點嘅聲。除咗嗰個樂器有唔同之外啦，我哋點樣去揀個媒介去敲佢咧，都係好大嘅學問嚟。另外咧就係，呢一個係一個低音嘅，呢個係一個高音嘅。咁但係當我哋敲擊嘅時候咧，我哋研究嗰個物理常識咧，原來啊，我可以瞄一瞄佢面喉嘅嗰啲聲咧，係會出咗一啲叫做 overtone 或者 harmony 出嚟嘅。譬如而家一個 D 音，同我另外一個打法去打，聽唔聽到個尾音多咗一個高過八度嘅出現？因為聲音嘅原理出現咧，佢係一個波紋咁樣去搖動。咁我就遮咗部分佢原本嘅聲音咧，就出咗佢嗰啲 overtone 出嚟。咁你聽到嗰個高音咧，其實同呢個一樣。係咪啊？即係呢度聽出嚟，你會聽到嗰個高音出現，咁都會係我哋點樣去諗嗰個打法出現多少少。傾得好地地，做乜玩落堂啫？咁快落堂嘅？哈！蔡老師原來係你啊！其實落堂都幾好啊！我想問下彈落堂嗰個樂器，呢個咁有霸氣嘅係咩嚟咧？哦，這個咧我哋叫管鐘，咁咧佢係用黃銅嚟做嘅，佢啲聲咧係模仿人哋教堂啲鐘聲。管鐘佢之前其實嘅歷史咧，最早期咧其實4000年前咧，其實佢唔係喺歐洲嗰邊嘅，最主要咧就喺亞洲嗰邊嘅，就是、中國啊，佢哋有啲鐘嘅。其實嗰啲鐘咧都唔係用黃銅做，係用啲石啊或者其他嗰啲做嘅，同埋好多形狀嘅。咁後期傳到去歐洲啦，咁佢哋發展啦，咁佢哋做咗啲係鐘型噶啦，擺喺教堂上面用。你係用錘嘅喎？係啦，係啦。因為咧，管鐘佢成條管比較長啦，同埋佢敲擊部分咧係比較厚，咁所以咧，佢如果用錘咧個力度咧打落去呢啲聲會厚啲嘅。咁我哋試下用咗錘嘅先啦，好唔好？嗱，個聲就係咁噶啦。好啦，如果我咧調翻轉啦，用啲棍咧，相對温柔啲咧，冇咁雄厚咧。係啦，係啦，因為我哋打嗰陣時好多時咧，佢會個餘音好長，咁所以我哋一放個 pedal 咧，咁佢就會 muffle 咗就冇聲啦。嗱，咁我想問下啦，因為我見到嗱，頭先我哋介紹咗呢個啦，但我又見到呢個有啲唔同噃，因為佢係平時我見到打鼓嘅前邊啦，跟住又有個波波嘅後邊啦，咁點解會有呢個設計嘅存在呢？即係我哋咧係一啲譬如 opera 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就要同一時間兼任幾樣樂器，咁就好似譬如我要打一個樂句喺度，咁呢個時間就真係換都換唔切啦，就會出現咗呢一啲咁特殊嘅棍棒。咁喺邊一類型嘅音樂上會多啲出現呢兩樣樂器呢？浪漫時後期啦，即係之後近代音樂都好多時會用噶啦。咁例如我哋等陣會演奏嘅1812序曲啦，咁呢首歌裏面咧，我哋就會用到呢個管鐘噶啦。管鐘嘅出現咧，嗰一段咧就係話佢勝利嗰陣時候，教堂嘅鐘聲一路喺度響啦，咁所以會有呢個管鐘出現啦。咁後期嗰段咧就更加得意啲啦，好特別就係因為佢用咗真嘅大炮。咁我就急不及待我洗耳恭聽啦。Thank you.
香港藝術發展局，咁佢哋咧有一個嘅計劃可以支援到我哋嘅，叫做 Arts Go Digital 啊，都係諗緊點樣可以保持住呢個表演藝術嚇，唔好減我哋呢個熱情咧，亦都俾到觀眾出唔到街嘅時候點算咧？點欣賞？咁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就係、是、啊唔出街，手機掃一掃個 QR code 放喺呢個眼鏡入面嚇，卡紙接嘅又得，自己屋企有個眼鏡又得，一戴上去咧就好似去咗嗰個表演藝術場地，見到我哋咧好多唔同嘅館啊。入到呢啲嘅房間咧，就會見到啲藝術家同我哋嘅樂團一齊表演。咁當中咧有啲係包括係愛爾蘭嘅舞蹈團啦，咁其實就同我哋嘅鼓手一齊咧夾一個表演，可以睇得到咧我哋有幾咁藝術嘅共融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有一個粵劇名家阮德昌先生嚇，佢呢個咧咁華人嘅文化啦、傳統文化同我呢啲西方嘅咁新穎敲擊樂點樣去結合，做到傳統同埋創新嘅呢一個咁嘗試。雖然敲擊樂是一種每個人拎上手都能夠發出聲音的樂器，但至於音色來講呢就很大差別了。我都算是過來人，我今天學了一日的鍵盤敲擊樂，我覺得表演來講留給專業的好，始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